不接，我的别，不接，还没接住。他是人类吗？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李玉，欢迎再次回到 CIF 功夫模拟器。这个游戏实在是太难了，之前我们去了贫民窟一展身手，然后又去了夜店，像 John Wick 一样干掉了一切。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挑战第三章了。第三章是什么？美术馆。对有不清楚的观众还要再说明一下，这个游戏你每死一次呢，岁数就会变大，也许又变成个老头了。好有艺术的感觉。 Eyes on the target in the atrium. Everyone get into position. 你才是我的目标好吗？ It was foolish of you to come here. 呀，拖啊，破，喂，把你手里的武器交给我，有刃气了耶，打不着，气死你。哇，哎，对，哎，喂，挡挡，哎，偷袭我，哇哇，倒，帅，武器给我。嗯，过来，哇，处决。哦，好帅呀，像武士刀一样。就展厅啊，美术馆。我现在做的行为跟这里的反差真的棒极了。往这里走走看，这边是什么东西？哦，好大的投影，这什么雕像啊？这边是鱼吗？像动森里面的装饰品门牌啊。这里有胶囊啊，这什么胶囊？是鼻涕吗？真好吃啊。你们是制药公司吗？你好。哎呦，偷袭我。嗯，你棒子能打过刃器吗？哦，大胖子你好啊。躲躲。嗯，他想抱我。哎哎，离远点，打一拳就跑吧。哎，正好处决。嘿嘿，这看的什么东西，不刺眼睛吗？哦，你们来的正好。破破，哎，咱都哎处决。哗，刀哪去了？没有刀了。躲。哎呀，把武器踹掉了，让我捡。你完了。哎呀，哎呀，偷袭，处决，刃器，哗哗，捅捅捅死你，捅死你。哎呦！哦，我刚才来个裤裆偷袭嘛，我要砍到了很重要的部位。嗯，楼梯间中间也摆了个艺术品，这里到处都是艺术品。哇，这电梯真的太美了。帽子给我好吗？躲。我可以用偷袭技来。哎，不让我偷袭，这家伙偷袭。武器，其实钝器感觉很容易把他们击晕呢、啊、那个刃器打断不了他们技能吗？这什么地方啊，好多灯泡。是的，是我，认识我，我有名了吗？哇，他们好强啊，我扔东西吧。哎呦，我砸，再砸，哎，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每死一次之后伤害就会变高啊。哦，正好学些技能。我是故意的，你怎么还嘲讽我呢？我扔你，砸你。哎，就拿这些灯泡砸他们不错耶。哇，他们变颜色了，这灯泡可以让他们染色的。哈哈，这里面是什么？油漆吗？哎，哭了。我拿灯泡把他们砸死了。这里没有其他的武器了吗？我出不去了，只能继续往前走了。就拿个灯泡往前冲。这是毛笔吗？我扔。哎呦，棒球棒球棒，偷袭。哎，
怎么？哎，我没有啊，那人已经挂掉了，没砸到他们脸。哇！哇，这土爵，处决帅气，我嘴都瓢了。那你，耶！啊，漂亮的闪躲。没错，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这里面有个玉玺，哎，提高一下技能，这样我防御值就大一点。防御值就是格挡啊，格挡次数能增加。这哪儿的人？来吧，雕虫小技。哎，完了，我忘记这个事情了。处决失败的话，他们会加强。这下糟糕了，打完就跑吧。你还是很好对付的嘛。上面那个家伙，给我下来，别躲啊！嘿，打不着，打不着，气死你！哎呀，哎呦，给我整卡了。攻击！啪啪！喂，去！哎呀，去！哎呀，好痛啊！31岁了，没想到吧，我又活了。破破，跑了，吓跑了。好难，哎呦，好难对付这种加强版的。哎呦，如果能把他武器弄掉是最好的。哎，主角正好帅，就剩你了。到三层了吗？这边，哦，这边主题变成那种暗夜风了。这都是什么东西？毛毛虫吗？有人吗？ Don't make me run. 哎呦，我还重放球！哈哈！啊，这大棒子打得跟全垒打一样啊！你们好弱呀！哦呦，两个胖子，这下糟了！揍他两拳！哎呦，他怎么能打断我的？应该打不断的。躲躲躲，边躲边打。打一下就跑！哇、哎、哇、哦，打不着，气死你！追尾啊，追尾！啪！躲！晕了，晕了！啪！哦，完了，被抱起来了，这下血量低了，怎么办？还好他们没有加强啊，这加强一个我都很难受。躲，正好格挡摊反了。哎呀，就不给你，不让你发技能，还是钝器好用啊，能打断他们。跑跑，画画画。BOSS 了吗？不能这么快。Stop this meaningless crusade here. Kuroki has long since abandoned this life of violence and bloodshed. Turn around and leave now. 哦，我好怕呀！你是谁呀？你说了这么算吗 ？I only wish to meet her. Come on, baby. I told you, Kuroki will not speak with you or. 话好多呀！哇，棒子碎了！你是练过铁头功吗？怼你一下我就跑啊！不行，跟得太紧了。怼，躲开了。啊，还会连招的。
好难呐、啊！追击扫堂腿，这个吧，才进行到这里就死这么多次了，32岁了。Let me end this fight now. 哎，正好处决！哇，太棒了！运气比较好，有的时候打了半天也没有处决选项，就很懵，这样直接就把他干掉了。这上面都是肉嘛。最终变形，展览方向，什么意思？我怎么觉得我要迷路了？ Oh no， 这有个家伙，感觉不太妙。有没有武器啊？我去寻找个武器啊。还好这里有把武器，我们回去揍他。嗨，你好啊，我拿家伙事了。哇，他怎么冒金光拿棍子了？哇，幸亏我去拿，我武器这就碎了吗？这太不扛用了吧！哎，他武器掉了还可以。哎，棒子在我这里，怕不怕？你完了！躲！这根本打不到他。哇！打两下我就要闪啊！他这个跟第一关的那个 boss 差不多了，哇，小怪跟 boss 差不多。天哪，这关的 boss 得多难！失望了吗？那我就让你彻底失望。我已经尽可能的躲了，这33岁了，准备去死了吗？你没有棒子了，还牛不牛啊？哇，你还会闪电踢？我会下盘踢啊，你下盘不太稳呢，兄弟。这是要去厕所？踹！打不碎，万一我想中途上厕所呢，对吧？打架很累的。这是我之前来的地方吧？正好有把武器。我发现我只要有武器的话就什么都不怕了，一旦没有武器感觉就很慌。这都是之前的地方，满地都是被我打趴下的人。怎么回事？这里有个玉玺。这什么东西啊？这有个箭头。哎，哦，我这是进什么花果山水帘洞了吗？哇！不要在那里用旁白说话，出来跟我单挑啊！It is considered redemptive in nature. 你们好弱呀，我又可以偷袭了。鞭腿，这个鞭腿真的好用啊，可以让他掉武器的。我打一狙令，人太多了怎么办呢？我没有群攻技能吗？没点啊。太弱了，一起上啊！哎呦，偷袭！打你！还剩几个？打你！打打！哇，来个大胖子，这下完了！这个胖子躲太恶心了。完了，我没有刀了。哇，这两个怪感觉特别强哎，就像那种小 boss 一样。不过还好，我们岁数增加的不是太多，才34岁。哇，他们戴着白面具还是化的妆啊？精英怪呀，都是。
啊，果然，你看，任气的话没办法打断他们。呜、哦，你是日本相扑吗？哦，断！哇，正好我倒地下了，处决，处处处，能不能一下处两个？啊，太爽了，血也回点。那边有武器，我想拿一下。啪啪，用不着拿武器了。这是传送到什么地方了？我武器在哪儿？这什么东西啊？哦，摔！又到那种横版通关的环节了。这一点都不帅呀！我的希望，萨摩拉伊德斯，他们感觉也挺难的。这个滑地铲很帅呀！哎！不酷啊，一点都不炫酷这样。Yes！ 哇！哇！我换身衣服了，没想到吧？换衣服我就变强了。再见。这就是暴力美学吗？亲，哎，把刀还我！没有扫堂腿了，这样。耶，刀掉了！亲，亲，哎，亲亲亲。好难啊，45岁了，不要吧，还有这么多人。亲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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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唰唰，哇，我怎么把刀撇了？给我一电炮。阿斗啊，哎，躲。这地方的椅子都是浮空的，他们粘上去的吗？心月群心 ，yes， 爽啊！岁数大了之后攻击力变得好高，看到没有？哇，直接三刀就能干倒一个人。一个鞭腿就直接挂了。Oh no！ 来者何人 ？The mind is like an iceberg. Come on, baby. It floats with 1/7 of its bulk above water. Our consciousness is merely the tip of the iceberg. We must dive beneath the water to explore the subconscious, to face the past.打败你是不是就可以找你们老大了？绕圈圈呢？嘿，哦，天堂之门。好多雕像啊！这时候突然冒出来个真的怎么办 ？Hello， 哦嗨哟！哎，这真的偷袭我！呸呸！你还嫩呢？嗯，想逃？哦、oh。
我一直往前冲会怎么样呢？我不想管他们了。哎呦，有活的了，这怎么像恐怖蜡像馆？哎哎，别挡着我！你们完了，被逼我揍你们！哇，攻击力好高啊！虽然我老了，但是我变强了。什么鬼？还有啊，你们不死心呐、啊？这是什么地方？是幻境啊？给了我个棍子。忍者吗？飞镖兵，这什么东西？你们的发型好别致啊！哦哦！他们血好厚，这下完了，这两个人是舞团的呀，斗舞大会啊！我不会跳舞。这个游戏貌似70多岁或者80就死掉了，就要重新玩。这怎么打呀？揍你！没关系。我就不信了，我岁数越大攻击越高。 Yes， 死吧你，别躲，最后一击。我无法想象接下来迎接的敌人是什么样子。哦，怎么下雪了？Boss， 了。I do not want to fight you. That feeling of vengeance, it will not cease here. I speak from experience.他的武器是三节棍，还带刃的。那我想和你打呀，美女。哦，花拳绣腿，这什么攻击方式啊？哎，这根本……打不到他呀，他这么抡的话，他乱抡呢。哎呦，我腿呀，完全找不到规律。糟了，66岁了。因为我会魔法，连环拳他都挡住了。动作很优雅呀，但是对我来说很痛苦啊！怎么霸体的？你这么柔弱，踢，倒下吧！你在雪堆里吃雪吧你！我72岁了，打他伤害怎么都不怎么高啊！不行啊，生命值是下降的，这可糟了。这才是第一阶段而已，不停的躲，我怎么打你？我死了。我们必须把这关从头再来玩一遍。
而且现在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No！ 这电梯，这电梯能用的，用了会怎么样啊？哦，我直接就到 boss 这里了，这是 bug 吗还是什么？不清楚啊，我没有经过刚才那些什么像幻境一样的地方，所以我现在年龄比较低，哎，这很棒啊。好吧，迫不及待再给你打一次了，这次我带武器来了，是你的鞭子硬还是我棒子硬？哼，有武器了就是硬气啊！哇！叮叮叮叮叮！躲！哇！嘿！呼！啊，这个躲好难呐！你到底从什么方向打呀？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现在很年轻，挂掉就挂掉一次。换身衣服跟你打。是的。叮！叮叮叮！太难了。我们没必要在他攻击的时候在他附近啊，就这样偷袭不行，他又发招啊，等他发完招过去给一拳，不行，就是要躲呀，或者隔挡算了，完了我棒子没了，哎，躲掉两下，偷袭好了，只能这样给你几拳，哎，有破绽，好，比划完了，我过去，怎么又大跳？好，处决。Oh no， 才是第一形态啊！这是什么新型科技吗？有点恐怖啊，老姐。哇！哇！他换武器了。あなたは忍者ですか？哦，我接住他武器了，我可以再扔出去。不接，我的别，不接，没接住。他是人类吗？他是人类吗？这是人类能发明的招数吗 ？Oh no！ 哪路多？阿朵！哎，他晕了，他哭了。哎呀，你再多哭会儿啊！是不是弄痛你了？我撇！我幸亏学这个技能了，可以接住武器的，这个很酷哎。哇！偷袭！砰！哎，打不着，气死你！嘿嘿，打一个踉跄，好，好！我怎么觉得第二形态比第一形态简单点呢？躲，不躲？哎，打不着！哎呦！身上是怎么有那么多飞镖的？都藏在哪里了？嘿嘿，没血了吧要？哇、哦！还有第三形态吗？我是不是下手太重了？你怎么了？其实我一直有句话想要问你的。あなたは日本人ですか？
他不回答我。哇、哦，香气扑鼻，非常的好喝，非常的美味。这算通了吗？我中间我略过了那个打幻境的地方，直接找到老大了。这个院子看起来陈旧了，还是我的错觉？哇，我真的不太确定接下来还会不会继续帮他复仇了。不知道还有多少关呢？这一关我玩了多少小时了？天哪，我可能都快玩了三四个小时了，太难了，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我估计下一关难度可能是他三倍吧。但我特别喜欢这关的美术作画，比如说刚才 BOSS 第二阶段的那个像海一样的东西，在后面浮现的景象，还有点像山峦一样。那么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是李鱼，下期视频我还会见你，记住每天保持微笑。 Tomorrow everything will be fine.